你好。有很多人有爱好，是不是？我是一个人，当然我也有爱好。可是有一个爱好对我很重要，就是看书。我很喜欢看书，因为你可以跳进别的世界去，你还能了解作家的过去，作家的梦，作家的思想什么的，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几本书，可是不是我最喜欢的书，因为我放过最喜欢的书在老家的房间里，在这儿的书不太多。好，这本书很有意思，我刚看完，看这本书，正好。这本书我今天下午买了，不知道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书，我给你们说。好，最后要这本书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名字。这本书是 Helena 送给我的，可是我还没看完，很不好意思啊，再见。